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草木皆兵了，因为一点小事就要和我分手。我觉得他就是被我父母提出的彩礼吓到了，不想跟我在一起了。我对他的心从来没有变过，他却总是疑神疑鬼。他现在还跟女同事关系不清不楚的，我要怎么相信他？到底是信任还是彩礼？两大问题困扰着这对情侣。来，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邓先生25岁，来自四川，餐饮培训师，有请邓先生。谢女士24岁，来自重庆，家装顾问，有请谢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今天是谁要来的？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我要来的。你要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想让他不要再猜忌我，我想挽回他对我的信任。哦，挽回信任，现在不信任他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提了这个彩礼之后，他现在对我态度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。哦，那我们就从彩礼开始说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。交往多久？现在？交往大概2年多了。提彩礼不就要结婚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因为我父母希望我早点结婚啊，所以说就在今年初的时候，我就有带他去见了我的父母，然后我父母就跟他提了一些结婚的事情，像彩礼、结婚场地这些都说了，然后他还就跟我父母保证说他现在拿不出来，然后说近2年会努力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这2年拿不出来，以他现在这个能力，因为我很清楚他现在的。你父母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呀？就是要求10万块钱的一个彩礼。哦。经过这个事情之后，他现在感觉就态度没有之前那么好了，而且现在我怀疑他跟女同事之间暧昧不清的。哦，听明白了。这个压力对你来说很大吗，小伙子？现在的话真的很大，因为我哥结婚也刚不久，父母为我哥婚礼真的筹备了很多，这样亲戚也借了些钱。这些压力我都有所分担的。有没有跟他们父母说这些啊？有说，但我也向他保证，我真的会努力，我不想放弃这段爱情。我知道你是努力说等我几年时间我们再结婚，达到要求我们再结婚嘛？还是说我们先结婚你就我给你个承诺，达到要求再结？哦，那没毛病啊。是啊，他现在是话是这样说，但是他现在连态度都变了。感觉他就有点对我和父母有意见了，然后现在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找他，因为我家人生病了，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着急，我要找他借一笔钱，因为是我谁生病了？我的姑姑，我姑姑生病了。对，然后就是说我马上要去交这个治疗费，很急的，然后我就一直打电话、微信发给他。他却一直不回我，我那个时候就感觉他不想借给我，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想借我。你问他借多少钱？大概3万多。我就觉得他不想借给我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我就找了很多亲戚我才借到的。啊，那你觉得他有那么多钱吗？我觉得你至少也借点给我。然后他的当时是不回我，然后打电话、微信是没有回我的。所以你认为他没回你，他要冷淡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我觉得他就是不想借给我，因此这个事情。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那时我在浙江，你在重庆，而且我刚调到一家新店，新店筹备的话前期是很忙的，我一直忙到晚上8、9点的时候才给你回了电话，可是你没有聊2句你就给我挂了，我再打过去的时候你却把我拉黑了，我还是通过同事才找到了你，然后虽然说我们之间和好了，但是我也为了这段感情，我不是向公司申请了吗？把我调到重庆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。我觉得他当时就是不想借我，因为他当时是很久才回复我，就是大概有7、8个小时，然后才回复我这个事情，就是不想借给我嘛。然后这个事情就算了嘛，我也借到了呀。但是我现在连发个消息问他，我想关心一下他嘛，然后他也不怎么回我，吃饭也是这样。哦。他现在都找借口，工作累，不想。所以女生觉得是因为彩礼出了之后。男生被吓退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因为之前他不这样的，之前我们就他消息啊也回复的挺快的，然后吃饭也都不会这样找借口说工作挺累啊。彩礼不能成为我们两个之间的障碍，啊！而且我来了重庆，我就是为了你，而且我刚到重庆，我总要适应新的工作、新的环境，我也要投入精力，这样子我才能娶你。而且来了重庆的时候，那天吃火锅。我真的回到家真的很累，我想2个人简简单单的、朴朴素素的吃一顿就好了。可是你非要出去吃，还闹脾气，不吃饭，当时我真的很累，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买夜宵，我怕你饿着，你还是不吃，你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跟我发脾气啊。哦，什么样的小事会发脾气？就算简单的，我之前不小心把他头发压着了啊，他就发脾气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有跟女同事聊天，然后现在都不回我啊，我看见他还约你去吃饭，结果跟我没时间了呗。那只是公司的同事，我们一起共事，一起要面对客户的，他是我的搭档。 在工作上、生活上，我们经常交流的都是工作，而且手机短信也给你看了呀，微信内容也给你翻了呀，你为什么就不信呢？你还有扬言要删除掉我公司的所有女性同事。那吃饭呢？吃饭那只是公司聚餐，每月都有，很正常的，又不是我单独跟他去吃饭。是吗？你觉得我放心吗？你们公司我知道是有那么多女同事，经常跟你聊微信的那个女同事也在，你觉得我放心让你去吗？那到时候你去聚餐的时候跟那个女孩子啊、有什么我怎么办？那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，他的同事除了男同事就是女同事，他正常的同事交往你不让他，你让他怎么办呢？ 但是那个女的也在呀，我很不放心啊。我觉得其他女的还好，因为就是那个女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放心那个女生呢？因为他们一直聊天，然后她为什么别人不叫她去吃饭，就叫她？你看到过他们俩单独吃饭是吗？对，因为之前我有看到过她和一个女孩子在那儿喝咖啡，在一个商圈里面，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女孩子的正脸，所以我觉得看起来很像那个女同事，所以我很怀疑她和那个女同事肯定有点什么。 那当时他只是因为感谢我，我在工作上有所帮助，人家还一下礼，请我吃个饭，这很正常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怀疑，可能你当时真的是因为彩礼吧，可能误会了我。但是我也跟你解释过，彩礼不能成为我们两个阻碍，我可以奋斗。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奋斗的话，我也希望你跟我一起奋斗，毕竟以后的生活都是要我们两个人一起面对的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，我真的我对你的心从来就没有变过。但是你自己想想啊、我们之前你回消息呀、打电话呀、我问你在干什么，吃饭了没有，你马上回过了啊，吃饭还拍照给我看。现在呢，你现在直接不回复了，你这就是因为这个台里找其他女孩子，就感觉不想和我在一起了。哦，我就怀疑他肯定和那个女的有事儿。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的说了。 女生现在已经不想跟他交往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因为他就现在和那个女孩子不清不楚的，现在。所以女生是特别坦诚的，就是因为我感觉到你要往出跑，所以与其这样，我们就不要这么拖着，我就跟你分手。但是男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，是吧？对。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2年多了。 也不容易。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三观真的非常合，也非常聊得来。我跟他在一起也非常的开心。他还经常跑到我家给我做家务。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他给我做饭，我当时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，是他变了还是你变了呢？双方都有一点吧。我开始忙了。那你能不能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现在给他回？ 微信就回的比较慢一些，频率比较低一些，而且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关心。别拿工作仅说事儿啊！当然，工作也肯定是有一部分的原因，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是有2部手机的，需要面对客户，我要对接好，还要跟同事一起嫁接客户的关系。然后可能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冷落他，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改变，我一直在让我自己有能力，能让他以后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啊。 如果他说其实这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对我忠诚，你怎么看这个事儿？我对他忠诚一直都没有变过，但是他不信任你是吧？对，啊，因此你今天想做的事情是挽回他对你的信任是吗？对。那我也很好奇，就是为什么他没有说你所有的女同事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就是他只是说了那一个女同事，她是我的搭档。啊，我们要一起经常出去。 谈客户啊，我看你的职业是叫培训师，培训师到底是做什么的呢？餐饮培训师，教人服务技能的。哦，服务技能。对。哦，那是你的搭档。对。那搭档之间肯定关系相对比其他的同事要近一些。对，要经常谈。啊，你见过他搭档吗？没有。安排一起吃顿饭聊一聊啊，感受一下。他不愿意。 我不想见他，我也工作忙，没那么多时间。我有说过，因为在微信上他只是我的搭档，我也向他解释过。但是他觉得我解释就是掩饰啊。为什么不呢，姑娘？喜欢这个男人，你当然希望了解他的生活环境啊，工作环境。 他又有这么一个搭档，他的职业要求他有这么一个搭档，也许换了这个女搭档，下一个女搭档来了还会这样，为什么不见见呢？见见聊聊不就踏实了吗？那你这样说的话，我有机会见，因为之前我是很相信他的，因为他的工作上的事情我一般不怎么过多的去问，然后现在的话，我觉得我有必要问了，真的。所以女生是觉得说这个彩礼让男生变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因为之前真的不这样的。嗯，好了。 一旦信任出现了危机，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。男生，我特别想知道啊，对于这彩礼这件事儿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彩礼是正常的，毕竟我要爱他的话，我必须要证明自己，我能承担这个责任。所以就说你并没怪责他们家问你要彩礼这件事儿。对，你喜欢这姑娘什么呀？就是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娶她呢？因为我觉得跟她在一起2年多，从相识到相知都是不容易的，毕竟这2年的感情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。 我跟他在一起也非常的快乐啊，而且他非常知书达理。他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不会嫌弃，他会愿意跟我结婚，愿意到我老家那边去安家。哦，有次我带他回我家，他一到我家就特别勤快，而且帮我父母做这做那，我父母也非常的夸赞他，我全家人都对他感觉不错，而且他在生活上也特别照顾我。我觉得能娶到他真的是一个福分。哦，你是这么看的。 女生去过他们家，啊，对，条件好吗？一般吧。愿意跟他回老家生活吗？对呀，因为我那么在乎他，我觉得还是愿意为他去他那边，去照顾他和咱们家人。所以你受不了的是，怕他花心了。对对对，我最受不了就别人这一个。好，所以老师们，你们看看这段关系应该怎么办？这个信任还应不应该重建？还有没有信任？到底是场误会，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？让我们一起进入。 丘比特问卷，邓先生、谢女士，你们好啊。嗯。我先问一个问题，问谢女士，在说这个彩礼问题之前，她这个女搭档存在吗？女搭档存在，一直都存在，是吧？对。所以在说这个彩礼问题之前，你从来没有关注过她跟这个女搭档的所有的。对，我不怎么关注她工作上的事情，之前。 那为什么说了彩礼之后，你就开始关注了他跟他女搭档的关系呢？对啊，就是连基本的回个消息，因为之前很快回复嘛，或打电话什么的。之前聊天也跟我聊得很细啊，什么都跟我说。现在他就是什么都不说了，然后消息也回复得挺慢的那种。嗯，你们两个人就这个彩礼问题，我觉得有一个人在赌。我自己的感受，第一开始我觉得是男生在赌，但我。 越来越现在觉得女生也在赌，女生好像有点对号入座，就是我先设了这样的一个框子在这儿，然后什么事儿都往里安，往里安，越安越觉得哎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哎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所以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他所有的经济实力，他家庭条件，你从一开始都是了解的。对，有2种情况，1种情况是。 你也觉得父母提出的这个彩礼，他是达不到的，你也替他担心怎么办？对。还有一种情况是，你自己心里也认同，如果他什么都没有，我嫁给他之后有什么保障呢？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到了我们这个舞台，两个人如果都能敞开心扉，把自己包裹在面子上那些东西撕掉的话。 我们说一些真心话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是否是在对号入座？然后，男生，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始会想你在躲？也确实，男人要面子，我给不起。我也不知道我的未来什么时候能够挣得这些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我未来什么时候能娶你，所以你有意消极面对这段感情，这也不是不可能。所以你们两个人都好好想想。 现在就是一个，当爱情遇到了现实怎么办？要什么我们就直接告诉对方，也不辜负我们曾经在一起的这段时光。我们就不要彼此伤害、彼此折磨，好吗？嗯，谢谢二位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这里面有好几次交锋啊。第一次，这个男生上家里去的时候，跟他要彩礼的时候。男生说我没有的时候，女生估计心里就咯噔一下啊，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是因为姑姑生病这个事儿跟男生借钱一直没回，女生估计心里面又咯噔一声，所以慢慢发展到后面，其实女生害怕的不是你搭档，女生害怕的是你拖着，恰恰你做的就是这个事儿，你就拖着嘛，就说白了给句痛快话嘛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 他害怕这个，当然我也要帮你说一下话啊。确实，到了面对彩礼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。像你，我觉得你处理的，在你的立场上已经很得体了。我努力啊，我攒钱啊，我觉得你挺得体的。基于这个女生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周围的人都说她应该是一个什么立场？她应该站在她爸妈那边，还站在爱人那边？她没有立场，她丧失立场了。 所以我建议两个方向，要么就是晚结婚、晚生娃，这是一个方向；第二个方向，零基础、零压力的建立家庭，这是第二个方向。这两件事情如果都做不到，真的不要说结婚这个事儿，也不要拖着人家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，或者是纠结啊。听起来好像你们都说，哎，自打有了彩礼这个事情。 你们的关系就不一样了，俩人都问了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会变了？怎么就变了？什么时候变了？其实听起你们爱情最初还挺美好的，两个人彼此喜欢，男生希望和女生在一起还能跑到重庆来陪伴她。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会变，有些爱情是经得住考验的，有些爱情当压力来的时候是可以扛得住的。 有些爱情不可以。之前我们风平浪静，之后我们确实遇到了压力，而你们两个面对这样的压力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都不积极。你看男生，你自打经历了这个事儿之后，你开始回避你们的关系了，电话接得不勤了，微信回得不及时了，甚至开始和女同事喝咖啡了。 我倒不觉得你是变心了啊，但至少你在这种压力之下，你给自己找了一个放松的出口。我去和女搭档好好工作，我们喝个咖啡，互相鼓励，我可能更轻松愉快一点。那变成了你一个逃避情感中压力的出口。你也不积极，女生你就更不用提了。本来是。 觉得自己是激情万丈的，我愿意为了他跟他去他的老家。我们家里提出彩礼，他拿不出来，我也没嫌弃，对吧？但是当又出了借钱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女生心里真的是凉了。你不闻不问，哪怕你说一句“亲爱的，我没这么多钱，我去借”，可能他会心里觉得没关系啊，我男朋友他还有担当。对，就像陆琪老师说的，两重矛盾、两重考验之后。 女生也不用瞒着他，其实你是心生退意，对吧？所以你才拿出说，你看他和女生过多来往了，所以你才会说什么头发压了，或者是无缘无故会发脾气，这也是你在逃避你们继续前进的一种方法，或者是说你找了一个出口。我觉得感情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今天没有考验，明天也有，也许你们两个真的没有那么合适。 当压力和考验来的时候，这爱情就考验住了，但也没有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。能共同走一程，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。我倒觉得不用各自为难，觉得不合适，那不如就分手吧。人的一生考验很多，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中，考验来的时候，都能经得住，好吗？祝福你们吧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彩礼本身不是最重要的。 怕就怕你们彼此已经潜移默化地把彩礼当成了彼此爱情的重量。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有的时候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，到最后会使自己更加难堪。即便他把彩礼给了你，你们这个婚结了，但从此你们的婚姻这疙瘩也就揭下来。你们不管结婚多少年，都不会忘记当年的彩礼。 把你们拦在了婚姻之外，因为这件事情在你们内心深处已经有了疙瘩，所以我说今时今日，我看资料上写，是你们主动要来到这个平台的吗？是男生主动要来，女生还依然再三不太想来吗？如果来了，就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把自己内心的疙瘩都说清楚。即便不结婚，也不能让彼此之间有了怨恨。说白了，就这彩礼恶心到你们两人。 但是在恶心的背后，你们也发现，你们俩之间其实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厚。所以说彩礼不好，但也好，照出了你们真实的情感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一会儿真情告白的时候，把心里的真话都说给对方听吧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 还记得我们当初认识的时候吗？那时候我们在一起真的无忧无虑，只要真心爱着对方就好了。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好好的能在一起，像刚开始认识的一样，那么信任对方。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，想跟你去奋斗。我对你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，但是我还想跟你说，我们真的还是在一起吧。 不要离开我。我觉得是你没有给我足够的安全感，你就是因为这个彩礼的事情，现在对我特别冷淡，然后还和女同事这样暧昧不清的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我也很害怕呀。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今后的生活？你现在……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们。 来，请关门啊！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载鲸鱼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鲸鱼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还有什么想跟他说的吗？ 还是那句话啊，可能你看了很多的这个分分合合，但是你应该相信爱情，千万不要因为看了很多的分分合合之后就不相信爱情，因为爱情本身其实还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。如何处理爱情，大概是每个人一辈子都在学习的一门课程。千万不要因为看过了这些就说我不相信爱情。只有共同经历过不同的坎儿，各种各样的坎儿，那个爱情。 才能够被练成一段真爱。